早前有传大受欢迎的音乐节目《流行经典五十年》将结束，但原来有新安排，就是胡峰将会接棒同陈敏之、郑俊宏继续主持。呢晚薛家燕为节目最后一次录影，佢就特别感激拍档黎小田啊。有一个人我特别要多谢嘅，就是 Michael 黎小田。喺旧年你同我讲就话 Nancy 好攰啊，我想唔做啦。但你见到我个样，你知道我好热爱呢个节目，你继续支持我，同我一起再做呢个节目。所以 Michael， 我好多谢你。即将要离开呢个大家庭，家燕姐都觉得好唔舍得，而工作人员都特别准备咗蛋糕欢送佢，令家燕姐相当感动。而同样都会离开呢个节目嘅胡乐言就话：做咗呢个节目嘅主持真系好大得着啊！见到虎仔头先都好似好紧张咁，讲感言嘅时候都少少嘅。其实我就唔系话眼湿湿，不过即系始终喺呢一个嘅舞台，我自己都相处咗，即系同家燕姐、小田哥、敏之年几两年啊，喺佢哋身上，尤其是啊家燕姐，即系俾咗好多正能量我啊。家燕姐其实都認識了很多年，但是今次真的這麼深入，即是年幾兩年大家唱歌，即是可能一些歡樂的喜怒哀樂的事，大家都會好像即在彩排之前都會聊天，我覺得好像一家人，所以突然之間剛才覺得好像有少少失落。咁敏之會不會都特別不捨得家燕媽媽？我是幾時都是很不捨得她，家燕媽媽是一個我的偶像，即是我是希望我做到即係有佢嘅一半已經好叻，所以即係媽媽，我真係好愛你嘅。咁我亦都希望你日後嘅工作大順啦。咁虎仔又係啦，會越嚟越好啦。